熊，可以跟我说说你跟严谨还有湛羽之前发生的事吗？故事很长，没关系，你慢慢说，就从你们最初的相遇开始吧。 什么辙？这么漂亮大长腿，浪费资源。你这些衣服穿上就不像什么正经姑娘，我就不该听你的。你要穿你那些桌布，能进这种场合吗？桌布怎么了呀？我自己舒服最重要。活该你是单身狗，你都快奔三了，真打算把自己打手里啊？你都已经当了两年了，今天经我给你这么一打扮，绝对斩能无数。拭目以待。走。
去找别人去，。就冲你这个脾气，我还改变主意呢。检察官，待在原地不许动，都别动，别动，站好。证件看一下。值班证，证件出示一下。根据群众举报，这里有人携带毒品，请配合我们检查。你过来。有什么？轻点儿，衣服很贵的，小心弄坏了，你两个月的工资都赔不起。受罪！你在这儿干嘛呢？怎么还有警察呀？我遇上一个臭流氓。说，你们没事吧？我没事。哎呀，别生气了。我还说给你介绍一帅哥呢。哎呀，我不去。你去喝两杯。圆圆，知道今天有飞行任务，昨晚还喝这么多。我要是你领导，早把你开除。工作生活两不误嘛。不过我昨天收获还是不小的，认识了好几个帅哥，虽然他们是不同的类型，但都事业有成。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靠谱。以后呢，我也不会再跟你去这个趴那个趴了。你要是喝到了找不着家，也不要再给我打电话。那你也不能封闭自己啊，人生苦短，及时行乐。我现在对爱情一点都不感兴趣，我就想把我们的咖啡馆做得越来越好。啊，感天动地。你这个包什么时候买的呀？你没见过吗？这就是那个文，那个谁送的呀。你哪个男友这么豪气啊？你是不是又用似水流年公款买包了？帮你啊，这是我这两天给供货商结款用的钱。我错了，等我发了工资一定还给你。我要知道了，我先走了。你，来，爸。爸，我能不能跟您借点钱呀？好啊，要多少？我就知道他没事，根本就不会回来。你别那么着急数落他，先听听他有什么事情。我说他是为他好，但凡他有一件事情做对了，我都不说他。都快30岁的人了，没男朋友。开个咖啡厅，三天两头解不开锅。当初让你考医学院，你就不听啊！毕业后还能去你爸医院当个医生。就咱家这个小康家庭，找个对象还不简单吗？你看看你，把自己做的丢不丢人？是啊，我是给您丢人了。赵雅敏教授的女儿，连大学都没毕业，跟人打架，找个对象还被人家父母嫌弃，真是要啥没啥，真是对不起你。你们吃吧。我走了。哎，小欧，哎呀，你们娘俩能不能别一见面就吵架呀？你少说两句。你看你，把他惯到40岁还嫁不出去，我看你怎么办。小欧，小欧，
怎么说走就走啊？看把你妈气的。他不是嫌我丢人吗？我以后少来，省得他看到我就烦。那么大了还像个孩子一样，他这样着急是为了你的事儿。哎呀，我知道。好了，我手机转你一半，你先拿去用，不够再跟我说。谢谢爸，等我周转开了一定还给你。好了，不用了，好好管好自己，别乱花。走，哄哄你妈，把饭吃。小心。当心左前方在靠近的你自己，笨重又凌乱的步履，怕你不经意洞察讯息，发现我签约靠越近，也许这一次不会再畏惧，镇定你忽然正面来袭，败给你明亮眼睛，怎么又是你闯入我的心，怎么又是你决定我呼吸的频率，梨园大学。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哎，怎么了？这是？这得叫救护车吧？师傅，两个人脑袋去医院。喂。你是病人的家属吗？不是，我不认识他。等一下，这里不能进。得先办手续，还得交费，现在得想办法联系到他的家人。救人要紧，我先替他垫上，等他醒了再说。嗯，你醒了。你下午在公交车上晕倒了，还记得吗？是我把你送到医院的，医生说你有比较严重的低血糖和贫血，肠胃也有炎症，还需要继续住院观察。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战宇，我的小提琴。你别担心，小提琴在这儿呢。这么晚了还没回家，需不需要我帮你联系一下家人啊？不用了。我妈身体不太好，我不想让她担心我。那你先好好休息。请问医药费多少钱？加在一起一共是2500，押金1000。姐，我身上就这么多钱了，手机也坏了。钱我先帮你垫上，等明儿联系上你父母再说吧。谢谢姐。请问您怎么称呼啊？我叫季小欧。谢谢小欧姐。那你先好好养病，明天我再来看你。拜拜。拜拜。我是床的战宇去哪儿了？他一早就出院了。出院了？他没有联系你吗？
那小孩一双眼睛机灵着呢，一看就不是一般人，您就别放在心上，就当破财消灾吧。护士劝我别放在心上，就当是破财消灾，而我却不敢相信这个长着一双清澈眼睛的大男孩会为了这些钱不告而别。我想他一定有不得已的苦衷吧。我也觉得自己不会再遇到战友。战鱼去年除了在你这里打工，还有其他工作吗？他时常会和四重奏乐队去参加一些表演。那在你心里，战鱼是什么样的人啊？我一直觉得，战鱼是我见过最善良、单纯，也是最懂事的孩子。但我也时常感觉自己一点都不了解他。那严谨呢？小美人集团前年来的梨园，做着水产公司的生意，搞着黑社会性质的活动。我本来不想跟这伙人有任何瓜葛，但是我从老程那里得知他们涉毒，而且毒品的成分浓度竟然和六年前1020特大贩毒案一模一样。我也曾是一名警察。1020是我作为缉毒警参与的最后一个案子。我和老程的好兄弟也是在1020任务中牺牲的。一日为警，终身为警。就算是为了他们俩吧，我也要把这个案子给破了。我主动向老程提议，以警方卧底的身份打入小美人集团，协助破案。
寿星老到了。梅姐，刘总，你看看人家这生日挑的，合着一落地就能开始泡妞把妹是吧？嗨，妹把了不少，可一个留不住。走吧。走。今晚美酒和生蚝管够，严总可要尽情享受这个夜晚啊！吃完了也不许走啊！哎呀，不就是过个生日吗？还劳烦两位老总破费，下一回一定我做东。好嘞，这边。三番五次的冷落你，是我做的不对。哎，这都不叫事儿。不是我信不过你，是我这个人做生意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从来不跟女人合作。可能是我自我感觉太良好，我就怕呀，这个女人跟我来往太密切，会爱上我。怕我爱上你？开玩笑，开玩笑。你们接触久了，你就知道小严这个人没皮没脸没正形。但我有一双慧眼，我能看得出来，梅姐是一个了不起的女性，一个伟大的女性。我就喜欢啊，跟这种实在的豪爽的人合作。那今儿我也表个态吧。从今往后。梅姐的事儿，就是我严谨的事儿。只要咱们俩强强联手，别说梨园了，就是整个东南亚的水产生意，甚至包括娱乐产业，咱都给他玩转了。那就一言为定了。来，我喝了。哎呀，来坐坐，吃点东西，吃点东西。严总，哎，早就听说你酒量深不可测，今天为了我可得好好领教领教。来，我再敬你一杯。祝你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干了啊！干了！干了！打起十二分精神，可还是觉得自己随时随地都要露出马脚，更何况那晚刘伟给我的酒一定有问题。干什么呀？离老娘远点。你有病啊！你再说遍试试。警察班，待在原地不许动，都别动。根据群众举报，这里有人携带毒品，请配合我们检查。有人吗？开门！开门！把门打开！你刚才把什么冲了？吐了一口好酒。哎！轻点儿。衣服很贵的，
小心弄坏了，你两个月的工资都赔不起。别废话。也不知道哪个孙子恶意造谣，这大情人节晚上害得程副支队长连媳妇儿都陪不了。这是人干的事儿。严总，希望你我之间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这种情景下见面，好自为之。恕罪。这是我第一次遇到纪晓鸥，我误以为他是刘伟设下的陷阱，如果不是他那一耳光打醒了我，我的卧底任务可能一上来就要终止了。这姑娘手劲儿可真大，脸被她打得巨疼，但我心里是真的感谢她。哎，哥，没事吧？再喝点去，走。朋友，你今天就要远走，跟我这杯酒，忘掉那天涯孤旅的愁，别再到天。严总，喝酒啊？喝不了了，不喝了。听说严总刚才撞见警察检查了，没事吧？你有没有尝过被自己的好哥们捅刀的滋味？出来混哪有不挨刀的呀？出来混，迟早都得混。你和禁毒支队的程副支队长关系那么好，说掰就掰了，有那么严重吗？那妞太漂亮了。太重，哎呀，腿好长啊，嘴也大，好喜欢。忘掉那天涯孤旅的愁，也醉到天尽头。好，太棒了！哥，挺干净，你看看。
哥，你醒了。你谁啊？您不记得我是谁了？看来您是真不记得昨晚发生什么了。派你来恶心我呢啊！你别急啊，我怎么来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照片要是让网上的人看到了，会怎么样？要不这样吧，哥，您给我10000块钱。哥，小兔崽子，想讹我是吧？不是不是不是，删不删？我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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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好了。照片我都删了呀！兔崽子，别让我再看到你！没有看到一个打火机这么大，银色的。谢谢。昨天在这拉小星星的那个男孩，我只知道叫战宇，是个临时工，刚来没几天。他住哪儿你知道吗？这个还真不清楚，不过我可以去查。这儿，这是我名片，你看到了，立刻给我打电话。好。二子走了那么久，打火机是我唯一的念想。把它给弄丢了，我家也不想愁。这事儿怪我，不过二子对身外之物一向看得很淡，他不会怪你的。想开点吧。今天啊，我经历了人生中最荒谬可笑的一个早晨。不就是一个拉小提琴的小孩吗？叫什么名？叫战宇是吧？我帮你找这个人，没准打火机就在他身上。3天之内务必给我找到这个小骗子，不然我跟你没完。行。说点正事啊，昨晚到底怎么回事？还能怎么回事？昨天我喝大了，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刘威把毒塞我兜里的。哎，他就想让你把我逮进去，好让我彻底出局。幸亏我发现的早。刘伟怀疑你了？怀疑我？他什么时候信过我呀？哎，我是看明白了，表面上小美人是老大，但具体的一切事务都是刘伟在负责。这家伙是个狠角色，想要短期内拿下他，难度很大。怎么了呀？我是不是不该让你趟这趟浑水啊？我现在怕了啊！你是严大公子，这出点什么事儿，我怎么跟你爸妈交代啊？我在你眼里有这么无能？放心吧，
我知道该怎么做。好好查案吧。照你这么说，战宇有着不为人知的一面啊。这才刚开始，精彩的还在后面呢。哎，咱们就在这儿聊吗？局里正在升级系统，所以都改在临时审讯室了。你大可以放轻松，我们随意一些。那你还想知道什么？我就是想先问问你，在你眼里詹宇是个什么样的人啊？一个身世悲惨的小毒贩，一个被困在地狱里太久，不愿意相信有天堂的人。
love you.